CPI 第二赛季的决赛直播现场，我是今天的解说小头，我是叶浩，我是 MS John。好，那么刚才的话，第一局已经结束，在第一局的沙漠图当中的话，我们也是再次恭喜一下老干爹成功拔得头筹，吃得手机。那么接下来的话是第二场的一个米拉马的地图，那在第二局当中的话，不知道又是哪个队伍会脱颖而出。但值得一提的是 ，LG 目前为止已经吃了7场鸡屁股，七个鸡屁股，心态会不会受到影响？屁股之王，蛮难的，这个我觉得比吃鸡还难啊，因为很多时候你要拿第二名，必须这个精准控分，你既要输给。第一干净又体面的输给第一名，然后要战胜第三名，这蛮难做到，因为其实刚才决赛圈 NW 很多人头是 LG 拿到的啊，也蛮难做到的。是，哎，老干爹其实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队伍，你知道吧？就是他，尤其是辛巴那个小胡子，就很酷啊。其实因为我曾经也留过一次胡子，然后解说了，然后呢，被人然后就被狂喷，就说哎呀，你这个怎么是吧？就他们都觉得你，因为你看上去没有辛巴就是那么 man。对啊，辛巴那个脸盘子一站上去就是那种国字脸，这一看就是电竞周传雄。对，就是他很适合那种彪形大汉的造型啊，打得也很彪悍。对，如果是你弄那个就是这样的造型的话，看上去有点像那个十万个冷笑话里面那个哪吒，看起来有点像儿子偷穿爸爸的衣服啊，对吧？有点违和啊。刚才没事看到沙漠地图的一个在。其实在一开始我们就说过，像这样的一个圈型，右上角进圈的队伍会相对来说打得舒服一点。但正好又是连续出现北部切角的话，那北部运营的队伍肯定是比较的舒服。是，而且你们有没有刚刚注意到最后决赛圈的一个细节，就是他们老干爹在清理最后 LG 独狼的时候，他们的配合其实非常的好，就其实很早以前就有近点贴过去一个，对吧？你还记得吧？但他一直没有提前动作，他一直等到辛巴从右侧到位之后，大家三二一一起上，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细节。是因为之前这个老干爹在这方面其实吃亏非常多，他们之前因为冲动丢掉了分，简直不知道要绕地球几圈，真的。好，我们看到的就是刚才怒拿第二名的 LG。好，现在镜头给到 FunPlus。对 ，FunPlus 实际的他的分数是第二名，是拿了10分啊。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在第一场比赛没有吃到鸡的情况下已经是非常好了，至少手肯定是打热了。是一路突围进来，就像沙漠图的它的整个的一个地图特性，我觉得真的是跟那个萨诺很像，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如果真的转移不进去了，那你就老老实实打进去。哎，是尽量获取分数。Elephant， 哇 ，Elephant 是真的好刚的一级团之王。刚才五四零零也给大家分析了一下那波一级团战啊，一级团就是。没关，我觉得落地团战，对，这个其实叫一团没什么问题，就大家懂这个意思，懂这个意思就行了。就是在一个资源比较少的情况下，近距离的接触战，胆子要够大啊，同时呢也要够冷静。对，在前期来讲，争夺房子的时候，你越是脸皮厚，那你越是拥有一些优势。我们说脸皮厚，不是说他这个人很无耻或怎么，而是说你必须要大着胆子去跟对方进同一个屋子。你只有这样的心态，你才能够去抢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前期一瞬间之间。一个队伍就被包住了，而另外一个队伍拥有很大的活动区，他拥有更多的物资，更多的活动范围，是，然后枪线上面也会占绝对优势，这个是在落地时候直接就分出来。对，而且很有关键意义的一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技能非常重要，就是伞技啊，你的跳伞技巧其实决定了你到底有没有第一优先级抢到这个房子的这个权利。对，对吧？这点上面五四零零就很厉害，很擅长啊，五四零特别擅长。以前也好在solo 特别喜欢跳学校的时候，其实也是差不多。是。好，我们说了这么多，还是记得他们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表现。我们赶紧进入到今天第二场的游戏画面。
好的，第二场米拉马的战斗已经出来，先给你一个肌肉猛男，让你感受一下这紧张的气氛。看到以后就很兴奋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航线跟圈型，是一个居中的航线和一个居中的圈型。哎，这个就比较舒服了啊。这个航线和圈型大家都会有自己比较熟悉的这种打法。是的，并不是一个特别偏远的地方。从航线距离上来看的话，整个左侧的队伍会相对来说少一点。哎，我们现在可以把注意力投放在 Elephant 这个队伍上面。Elephant 他是这样，他不会落地去跟你抢一个大防区，因为大防区你有很多活动空间，他一定会跟你抢一个小防区。哎，就除了这几栋房子以外，你没得选。嗯，这叫扬长避短。对，他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然后知道自己长处在哪。对，利用自己的优势啊，攻击敌人的短处。好，这样的话，鲜少有队伍会飞到这个白圈之外了，就相比上一局的一个数量上就少了很多。就 WZ 好像是跳了这个白圈外边啊。对，上一场比赛 WZ 也是落在南部的一个最晚。我觉得 WZ 的想法应该是这样，我在最后落的话，我可以拥有更多的队伍的落点信息。哎呦，这是被打鸟打下来了吗？好像 Timon 是被打下来了。嗯。先落的队伍会拥有更早的搜索权，而后落的队伍在队伍的人员部分配上面，圈里面是哪个地方人多，哪个地方人少，他会更加清楚。哦，这很有可能是在楼顶就有一把枪，然后正好有人从伞从面前飞过。IDS 和 ARK 啊，路人 LZY 和 Z9MAX 是来到了豪宅边上的这个谷仓，双方是都有了一定的武器。从枪械上来看 ，IDS 占优啊，两把 M4， 而 Z9MAX 只有一把 M16。啊，也捡到大枪，就比较好用的枪啊！哇，好混呐！其实讲道理，就是豪宅的附近有三个队伍，主要还是没有防弹衣。现在的 Z9MAX 对，很密集。对方看到他只有一个人，肯定是两个人会过来包夹他的，很考验他的一个个人能力。Elephant 是这次没有遇到人啊，是在左下区域。是，他们的南边有 AMY， 北边是17，但17的话还在飘散。来了啊，IDS 和这个路人和 LZY 开始排查。应该是能够很快就锁定 Z9MAX 的一个位置，就看这一波一打二了。哎呦，三九这里是想要保护一下自己的队友，不让他被捕。小鹿好像已经跑了。嗯，这个是看一下啊，果然是刚刚落伞，刚落地啊，一个 AK7 瞄，两枪直接放倒，这个没办法。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散技没有对方好。是啊，也可能打中胸口了。正常来讲，打身体的话，其实两枪应该是伤害不足的。嗯。听到了，那这应该浮起来了啊！现在没有跳友上手了。喂，提前枪，有雷，但这个时候不太好拽，因为对方听到你拔栓的声音，很有可能直接就冲进来。大家都没投。这里其实有个技巧是，你拔雷以后只按左键，哎，然后再换枪，对方听到你栓以后冲过来，他就被拿死了。对，不要摁啊。这个就是一个骗小小技巧吧？对对对，骗一下对面啊，因为你不拉那个栓是可以把这个雷收回去的。对。哎，打一下窗户，啊！但是从这种情况下来看的话，对方只要耳机比较好用啊，等紫兰呢？是两个人还不够保险，要三个人才行，稳啊，很稳。看到一个，哎，但是你队友都来了啊，还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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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差一点点。你看 LZY 这个血量，就差一枪就死了。哦，看来等紫兰还是就精神上的一个鼓舞。对对，紫兰其实在这一波过来的时候，因为Z9MAX 已经开枪了，所以说等于位置被锁定了。嗯，他知道你在楼上才能打到他嘛。嗯，他一爆点那就直接就从下面上了。是。好，这边是 XYG 在圈的南部区域。是，由于这个圈和航线它是其实航线是比较偏整个圈的右侧，所以左侧的面积进圈面积会比较多。对，整个西部都比较开阔，其实要进圈的话是非常简单的。是的，是就看 WZ 怎么选了。嗯，其实大家这个分布是比较均匀的，因为这个圈型和航线的关系很友好。对，非常的友好。所以我们大概要等到在这个缩圈，然后会比如说有大反切的情况下，会看到比较激烈的一个枪战。其实就等第一个切角，看角往哪里切。嗯，你切北切南那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没错。嗯，上一局的话就是北切的特别厉害啊。是，哎呦 ，Mas 这一波开车过来，好像是被发现了，有点想法对他啊，跑过去了。还是哎呦 ，IDS 出现了一个车祸。嗯，哎呦，嗯，啊，这个时候出现车祸其实是比较……哎，马斯这里好像还没有反应啊，上了个楼顶，知道？远端有人打他，狼牙在打他，做了一定的骚扰，他很有可能会利用枪声来掩盖自己队友的脚步声。T
听到了，还是听到了啊，这个还是能听到，三个包一个 T 叉这一波，哎，两个其实都有反应时间，我感觉还是没切全自动吧，这感觉就只打了一枪，嗯嗯，就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他只打了第一枪，然后后面就是一种明显的没切全自动的感觉，但这个失误应该跟职业选手来说的话。不太容易出现，很正常。嗯、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选手喜欢一直摁 B 键，啊，就切那个。对，比如说像周丽丽，为什么被他会称为是抠逼狂魔？就是他一直会摁住那个 B 键，不停的不停的摁。对，他每次上去之前会确认一下是否全奏，我也有这个习惯。但是他的切枪键不是 B 键，我记得。B 是那个切射击模式。对对对，就是他好像是在侧键。哎，一般都是一般有这种习惯的选手，他的。这个按钮都是侧键，对，你知道吧？就是，但是我们会俗称，就是给观众好理解，因为它默认是 B 嘛。嗯嗯。其实很多选手都有这个习惯。好，那现在的话，因为我们还在等这个一圈的收缩，我们看到 Elephant 它的这个进点其实有西柚，还有这个 LGE。没想到 Elephant 居然有撤退的时候。嗯。我只跟你打这个没头甲的团。有头甲就算了，嗯，十七其实也是那种需要装备的队伍，哎，就其实就是队友离得有点远啊，只有他一个，是。有 Elsas 从老干爹边上经过 ，Elsas 在刚才前面一个路口，然后其实是卡了很久，然后这个时间点他们觉得是应该往圈中心进发一点，嗯，所以应该是在圈边看了很久以后，然后选择到一个。比较靠近圈心没有太多人的一个山坡上，是哎，五年下车上山探位置，突然没动，两枪放倒，哇，稻草人这个枪法，是的，稻草人非常准，一枪头一枪身体，是应该，我感觉他队友应该有补枪吧，我感觉他第一发子弹就把对方打倒了。原来之前稻草人手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兴奋啊、刚才就是他采访的时候说他就是其实对于这次的比赛是感觉比较嗨的啊、是大赛型选手、对。这边是 Elstars 找到了一个防区，好像能扶吗？这个位置是因为我看到选手有上车的这个动作，好像有想开过去扶的这种举动。嗯、能扶，这个位置被一棵树挡住了，然后队友是压住稻草人，不让他再往侧身拉，因为稻草人再往侧身拉的话，就可能可以修到这个五年的脚趾头啊，所以赶紧是哦，五年被补了啊，还是被补了，被周克补了。嗯，这。防得了右边没防左边，哎，你不觉得这一局其实大家动的都比之前快吗？之前他们是看圈在动，然后现在的话又开始往圈中心挤了，主要是因为刷同心圆嘛，你不动没位置了，因为刷这个圈之前大家就已经往在中心再凑成一团了，又跟以前的感觉有点像了、嗯、是不是因为前段时间比赛大家就觉得可能动得快一点，先机的队伍还是希望有打靶的位置，你要看圈型的，这个圈型中间能站的点会相对来说多一些、哦、也是，就是我们说其实他不管绕窄边绕各种绕蓝白圈，他的目标其实都为了在一个关键的圈进到一个相对中间的位置，嗯嗯，不是说他说我今天就想好了一定要待在圈边怎么怎么样的，那像这样的圈型我在中间有机会能进，我能看到一个地方，那我当然是进了，对吧？没错，嗯，先到先得嘛。那这样来说的话，这个圈其实除了一些抢点的或者是互相的骚扰来说的话，其实大家都有可以站的位置，对，正面对抗暂时还不会很多，嗯，然后又要等到三圈以后才会产生大规模减员，对，就现在还是很多地方都能待的，你看就是圈一缩，对吧，除了主要也是因为这一场就跳圈外的队伍很少，嗯，对吧，只有一个 WJ 跳圈外的，那你就大家都肯定在第一波的时候就已经把位置观察的差不多了，对，就哪些地方有人哪些地方能去，肯定有一个预估的路线，对圈内的信息吃的是比较足的，但是有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那就是 IDS 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嗯，就是他们还在电网里面观察，嗯，就其实他们的附近方圆百里没有一个人，对，非常的谨慎，各自都找到了一定的防区啊，三 S 也是进到了一个大仓，周边队伍不多啊，三 S 其实已经是圆心了，三 S 已经是圆心了，是我这边 IDS， 哎，南希的 IDS 其实落地是有在豪宅附近打架，打完架以后他又去圈外，又去圈外就是搞了一下然后又回来了，这样 是我去看紫兰一直在360度回旋看啊，他们这个路人这个位置其实是没有动过的，就一开始其实跳的就是这附近、嗯、我估计是周围找了找车，对，应该是找车去，哎，周围找了找车，因为这一块的话一条马路一直到那个污水处理厂这一块刹车点没有那么多啊，嗯嗯，
他应该就找秋秋。所以之前也有选手说过，就是有很多队伍他跳中心，有的时候他会放弃这个载具这个东西。嗯，但是就你像 Elephant 这种队伍，他落地要垂的，他哪有空去找车？对，对吧？有四个人落一个地方，其实就放弃载具。嗯，成为一个步兵的队伍，但步兵的队伍有个好处就是摸人。会比较的容易，就是因为大家距离都没有那么远嘛。对对对，他摸人的话相对来说就是可以防止车身去暴露自己的一个位置。哎，是，其实这套东西呢 OMG 之前训练赛里面是在演练的，只是 OMG 没出来。如果说 OMG 出来的话，他也有机会能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打法，步兵流是吧。其实这个圈型刷出来以后看起来队伍是非常紧凑的，但是从中间的大马路来说的话还是有点阴阳。就有中间有一条很大的很平的一个主干道，明显就是南部的地势会高一点。对，而且是穿了这个湿城。对，你看像 Elephant 这个位置，在这个教堂就地理位置非常好。嗯，视野非常之开阔。哎，是，而且今天前面观众就很多会说，哎，前面打的也太激烈了，但是这一局就突然出现了同心圆，突然节奏又变慢了。哎，对，所以我们说还是要看圈型。对，还是要看圈型的，不是一定会打得很凶的。圈型地形，而且本身这个比赛才刚开始。哦，又是个同心圆。而刚才好像有选手被远距离放倒了。是的。LGE 的。LGE。哎呦，蝶衣直接被补了。LGE 从一开局就跟 JTG 其实就有点刚上了。嗯。那 JTG 一开始不是小鹿击倒一个吗？是。哎，近点有人 ，WZ 的开火了。啊，这 Elephant 也在扫车。刚才 WZ 和 ARK 是正面，其实遭遇了。是。BigGod 这边应该是被 ARK 反打。哇，那完了，那只有一个吧？他们跟前进点，因为他们是二分站马路两侧的。我们小地图可以看到，他们在马路的另外一侧还有两个人。哎呦。所以进点只有一个阿瑞，但是把 BigGod 扶起来了已经。没血。Mad 98这里没血了。打残了。帝国干拉。这波强行干拉其实很吃亏啊，进来先补一下状态。Fingo 这里最好是等待一下，慢慢打，不要急，等这个打药。是，哎，哦呦 ，AMY 和 XYG 是正面爆发了一波团战，双方减员都非常的严重。大金是远端把 BigGod 再次放倒，因为大金是从哪里摸的这个枪型？大金是从圈内来了。阿瑞这边反应还可以，但是一换一啊，那这楼里面两个都没了。属于这被清掉了啊！对，这也是远距离帮忙了。这也是不然的话 ，BGod 从这个门后面再偷一手还不好说呢。对，这也是 ARK 之所以不能在这个房子外面待很久的原因。这个雷哇，哇，直接塞到裤裆里了，这简直，人被炸了，整个弹起来了，你看见没有？是的 ，XYG 本来是想莽 AMY 的防区，结果好像失败了。嗯，是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就跟刚才 ARK 的情形是一样，他们在房子外面不能待很久，因为对于就是刚才XYG 来说的话，外面有 Elephant 的枪线；对于 ARK 来说的话，刚才是外面有17的枪线。会有人把你往里赶，对，然后你根本停不下来。是，看一下回放。这边是阿雅的哦，98K 一枪超远距离的移动靶，哇，这个还是有点厉害，有点实力。因为阿雅之前在这个积分赛的时候，他的栓狙就是一个高亮选手，对，他的栓狙就非常的厉害。跟也好，五五开嘛，啊，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平常自己这样开开玩笑就算，在职业面选手面前还是不要，对吧？随意的吹嘘自己，给个香蕉嘴强可以了。嗯，就我觉得我们几个解说互相比一比，那我还是。对吧？这你只敢跟我这种垃圾比啊？那我觉得你比5400要厉害。你在侮辱我啊？啊！你刚刚休息的时候，这里大金被放倒了啊！也是一枪栓狙 M24 远距离的击倒。嗯，但应该能扶啊。哎呦，这个位置不好说啊，要莽了，有点难啊！不是防区里边，对 ，LK 已经拉开了。但近点有个 Libero 已经位置架好了，看雷 Fingo 这个位置被卡死，扶下来了，人数好像不是很占优势，扶下来了。本身17就离安全区内更近，这波看怎么打。说说原点是架枪，近点三个067，骚风。这波应该是两个队伍都想往圈内进的时候，是彼此碰上了。对，但是我们一直坚持，就是圈内的一些队伍可能还是会占一点优势。哎，我觉得瘦瘦这个位置要动一动啊，他最好能够往自己的东面再转移一下，把 ARK 的位置卡住，不然的话 ARK 很有可能直接跑了。嗯。他比较担心，怕被后面的队伍打。就因为瘦瘦这个位置其实不是很好架背坡的，大家的果然 ARK 跑了，都被踢了。哎，那你Mad 98怎么办？ Mad 98是在假装不在，在电网里面架。哎呦，没办法了，是还是摸到了啊。鹰眼看到了，对，这个就很尴尬了。你看 ARK 在进圈的途中，然后遭遇了另外一侧的一个 Fun Plus 的枪线，所以他们现在被尬在中间，进退不得。哎呦，左下角的一个切角，终于来切角了。终于来的话 ，Elephant 的
有可能会成为在这波团战里面的一个大赢家，因为 他占了个教堂。对，而且他有机会架住十七跟 ARK。ARK 现在位置非常的尴尬，但是十七也是等于失去了第一时间去抢到圈内有利地形的一个机会。对，他们要么就把 ARK 的人吃掉拿到这些分数，要么的话就非常的吃亏。是 EDG 十一这里停车被阻拦，队员还在远端，这个位置要吃雷了。还行，灵巧走位，马路南侧没有倒，还有 LG。 LG 帮忙了。 Eleven 现在目的是拖住对手，然后让自己的队友从坡上拉，想封烟先。对，他现在就拖。但是你如果拉到高点去的话，也会同样面对远端的枪线。看投掷物爆破了，是 LGE 肯定是雨露均沾的，你谁在我面前露我就打谁。 EDG 根本不能停，像一条鲨鱼一样游起来就不能停了。哦，手雷立功了，漂亮。这一波第二发再来一次，这个位置好像还可以。好，直接补了一个了，这样一来的话是一个突击的信号。是从右翼拉过去，要小心防区啊，这个时候要小心房间的窗户。零一这里好像没有注意到，一波拉架很快，直接打过去，压制住对面，但是掩护住十一的一波近点冲击。哎，你还在打我队友呢，我都压过来了。他没听到，没听到。啊，你想好了要补，但可惜被补了。这里再开过来，副格也被打倒。是阿雅一个，一波一打一 ，pick 出来没有打过十一，那十一这边还能把队友扶一扶。是的 ，EDG 还剩两个人。其实惨胜啊这一波。我们换个角度想的话，他在这个艾利文和十七第二轮的交火。是的。双方是一换一，现在十七的位置站得有点散， Elephant 已经突进来了，不过面前好像只有清流一个，先修脚，然后掩护零六七回来，远端队友只要补上。哎呦， Libro 也被放倒了吗？是的，清流一个人打掉两个，远端十七都在车后。哎，这清流这个位置有可能会被十七兽看到。哇，这一相当于是一个人在打十七一整队啊，他想扶。对，他们是两个人在这边架十七，然后还有两个人是在马路对面，是扶起来了。这样的话 Elephant 应该还是吃亏的。四打二，老干爹和 IDS 也是交火了。我有点好奇为什么 Elephant 在这个时候他居然是没有选择收缩过来，甚至包括老干爹也是因为没有收缩，也没有收缩。其实很多队伍现在都是两两分烟雾弹，又放倒一波零六七，已经二倒了吧，零六七扶不了了。这波就大家数三二一一起冲啊，交叉火力。哎呦，石秀第一时间没跟枪补上，打残了，很危险。这一波这要被对手 pick 了，左边是烟雾弹，再封一下烟，又只剩一个了。主要是 Libro 他是二倒，都有两个人是二倒，他摁了一个，所以有一个扶不了，赶快大进去扶一下。这流死了， Libro 赶紧摁住。哦，还行，摁住了。现在饺子已经过来了，现在大金一丝血在侧身，其实是卖给饺子的，只要往前一拉很有可能再次倒地，应该没得了，很难打这一波。有烟雾弹，一波 pick 又打掉一个两个，大金只剩一丝血没了。哎，讲道理，这波十七是真的打得很有问题，十七打得有些犹豫。他进那个最后的那个小残边的那个烂尾楼的时候，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补枪，就进站是没有配合的，跳下来一个想要天降正义，周可直接原地摁死，左键摁到底，但这一波没机会了。这波开门遇到爱，没有办法了。这样的话，老干爹也是被灭队了。他们在南边的部队是被 RNG 给屠了，然后北边输给了 IDS。把 IDS 打完你也进不来，你看这 RNG 这个位置。就是因为他们在圈内的部队是被 EDG 被 RNG 给摁了，所以没办法。好，也被 Elsa YDD 收掉 ，IDS 也是被灭在这里了。我觉得现在十七有个很大的问题，近战能力不行，就是他近战的格斗。配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很大的问题，就战斗配合。是的，这是他们需要改善的地方，可能也是阵容调整之后的磨合时间比较短的关系吧。应该也是吧。对，你像之前就很多这种租借的队伍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之前看到威武的配合啊，主要还是都会沟通和配合。对，这个是需要一定时间。两个突击手是要有默契的，就是谁他上的时候我怎么跟枪。双狙没有很好的效果啊，头反而自己的头是被摘了。Elsas 现在要怎么突围呢？方 Plus 是正在眼前横着，而且远端安全区内的防区是被 3S 牢牢站住，这波要突围难度太大了。还有高点的 RNG 也是虎视眈眈，安吉进圈应该蛮舒服的，从左边直接往坡下拉就好了。对，但是你想他往坡下拉 EDG 可能会打他，但 EDG 两个人就他们有突围的机会。对，而且 EDG 本身那个点好像也是一个比较凹的点，所以说其实对就有风险，是有视野遮挡的，其实它会有一个反斜的遮挡，除非它拉出去。看安吉有没有车，如果安应该有车，如果他有车去，甚至有机会去莽，对，就把 EDG 莽了。对对对。但是
我们先看视角的给到是 AMY 是圈形的西侧，然后他们目光所及 Elephant 的摸窄边过来了。哇 ，Elephant 这波要是还真很有机会把 WZ 给摸了，因为他没车 ，WZ 根本不知道，不知道他已经切到经典了。是，刚才 WZ 应该是亲过这边，知道这边没人，但没想到居然是有一队步兵摸过来了。是，而且 WZ 本身人数上就不占优势。是的，现在唯一对于 Elephant 来说比较危险的就是侧翼的防区是有一队 AMY 的，就不会被第三队打。对，如果你没有速战速决把 WZ 清掉的话，你很有可能会受到很严重的干扰。但他毕竟是满编，这 DPS 应该会碾压对手。但是 AMY是低点吧，对 ,AMY 是低点，但有机会能看到半坡的人。如果你再往前走，很有可能那个上斜坡能被看到。是的，WZ 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危险，而且 Elephant 也很聪明啊，是从最高点拉。看到了，看到了。走神，两个。没有第一天开枪，确保自己队友到位了之后再来。先放到一个 ,SC。确定位置。独木难支啊，对面四个猛男。拉扯神。好的，还有车。被 LGE 的，是 LGE 打的，因为只有 LGE 能打。只有 LG 能打到，已经算是打得非常快了，但还是被放倒并且补掉了一个，大意了一点。他如果第一时间下去可能会好一些。Elsa 3S 和 RNG 选择开车冲 3S 防区，这一波落地，周丽丽左右腾挪，是反复横跳，这一波脚步非常灵性，自己甚至都没有。嗨呀，季云这里想爬进来，但没想到老谋深算211早就在这里守株待兔了。他听着脚步声，等你进来以后再打你。这一波 RNG 打的只剩远端帅帅一个，在被包夹情况下，211一个人架住了两个人的冲锋，哇，甚至还腾出手来清理了 LSAS 的一个选手。是的，我看一下这一波，这一波 CS 从不打一个队啊，只打两个队。李思南在近点，队友远端要刚住，直接正面冲过去打提前枪，在侧翼拉过来90度，南哥这一波拉枪真的非常非常漂亮，一波腰射大佬直接根本不开心，哇，停着变位，团灭两个队，瞬间剩三个人，短短一分钟之内，是的，同时打两个队，一共有七个人包夹了 3S 的近点防区的情况下， 3S 居然是一个人都没掉，掉了 Summer、只掉一个。对，那我觉得这个近战格斗能力还是有点，真的 3S 猛男从来不在意只有一个敌人的战斗，就我甚至就可以刚两队。刚才在休息室的时候，我刚刚去他们休息室聊天，就周丽丽就跟我说，就期待我们三天后的那个冠军。哦，他就这么跟我说的。哦，没有，他不是正面直接刚你说，你发条微博吧，就说我们 3S 三天后必拿冠军，是吧？倒了一个 Elephant 的，要冲防区的情况下放倒一个，这个很关键。现在对 Elephant 他已经拿够分数了，他无所谓了，是，他心态很好。远端啊，还有人在这个方 plus 在进行这个狙击，不能停，不能停，这个必须要快速冲到烟雾弹里面。是的，但中间这个路途真的非常遥远啊，一道生死线，一个大平地，短短100米成了生与死的距离。是，而且这个时间点已经够 AMY 把队友扶起来了。是的，继续没烟雾弹，对方窗口想加人，哎呀，没机会，直接往烟里灌雷。是。这波刚才艾迪要在的话，多一个人架上队友已经出来了。这个时候 Riff 没看到吗？远端是黑潮帮忙放倒了一个人头，并且被收入囊中，清流一个人突围到了近点。AMY 人是不多的，他们只有两个，对，有机会一打二。小象这波要活下来，必须要一打二。是的，迷路，看一下 Riff 跟迷路两名选手在这个房区，他现在知不知道那个人的位置？应该已经知道了，刚才余光也看到了，知道在左侧。3S 也成功利用一辆车强行插入了这个圈内，又要被两个队打呀。对，但是这个时候方 plus 已经逮到机会了，可能不会给他机会。对，我们还有一技，直接用 雷，我们跟你近战打枪。只剩下李斯南一个了。是的，这个应该扶不了，但这个雷已经扔到脚底板了，直接结束。是的，方 plus 这一波时机抓得非常的好，他知道可能打枪还会有一点悬念，我干脆用雷轰死你。就好， FPX 又拿到四个人头，而且他们现在控制了整个马路这一半北半部分，因为 EDG 看起来好像也很难还手。EDG 因为只有两个人，他倒了一个，他就知道你肯定要扶人，那利用这个时间，我利用下斜坡直接就快速贴到近点。是的，对吧 ？Elephant 现在暂时跟 AMY 做一下邻居，场上一共有五个队伍，看下一个圈怎么说。又看到了右下角的 LGE， 哎，这个队伍，队伍就好神奇啊！刚才也是说能不能让我们吃把鸡 ？Interesting， 很神奇，看这个圈怎么说了，现在是个阴阳圈，对对吧？这个马路北面还是马路南面呢？两边各是两个队伍，你把它当成两个队伍，虽然有清流一个独狼啊。这个队伍真的很，就是很适合 interest 这个词，对，因为它既是有意思的意思，然后它还有一个领袖啊，影响力。可以，哇，你英文这么好，哇，我都不知道，我听都没听过，真厉害啊！像我们这种藏语选手来说，真的不知道你在说啥。是的，什么叫藏语？我看一下。EDG 有可能会第一时间被 FPX 清理掉，放到一个啊，这个就是
这是 LGE 在马路对面的圈已经缩了，是在 Fun Plus 这一侧。是的，所以 LGE 快速的想要抢占地理位置。嗯，不过有一点 LGE 不知道，就是 Fun Plus 其实提前已经把位置占好了。对，你如果贸然过马路，很有可能直接在马路上就被扫掉。是的， LGE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把马路界面的队伍全部打掉。哎，是，看怎么选吧。EDG 现在只剩副歌一个了，好几个脚步在面前蹭来蹭去。从副歌的体型就知道他个人能力很强。哎哎，居然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气息。哦、LGE 刚才那一颗雷右上角的信息给了 FunPlus 一定的压力。对，他可能是判断上面出现失误了，他以为这个人是 LGE 直死的。哦。有时候你被雷补掉的，就你没有注意的话，哎、可能以为是他直死的。也是。LGE 现在横在面前最大的难题是怎么过这个马路，死亡马路。他现在场上有两个独狼，我很在意哪个队伍是第五名。嗯，对吧？从这个圈型来看，应该富格是能进前四的，清流应该很快会被清掉。就刚才如果富格没被清掉，他可能能活很久。他可能能活很久，他现在是圈中间 FunPlus 现在就是他的保镖。对，谁敢冲过来 FunPlus 第一个不答应。请注意 APS 有两把空投枪，一把是 AWM， 一把是 Groza， 那意味着他有两套三级防具。哎，清流这个时候已经被发现了啊。侧翼是这个 LGE， 他迫不得已又翻了进去，要跟对方短兵相接。三个人是战作一团啊，再次翻出来放到一个拿一分再说。哎，换子弹完了，十六发子弹其实足够的。对，但是这一波换弹操作是给麋鹿逮到了机会。麋鹿现在出来想跑，三九已经发现了他的位置，那麋鹿没了。我感觉 LGE 又是第二名，副歌好像要被清。是的，而且就位置上来看的话 ，LGE 真的没了，打不起药啊。人头是被电网右上角已经可以看到麋鹿被电到。哎，看到了，对小土发起了进攻。那 FunPlus 很有可能通过枪声判断对方还在马路对面。对，赶紧给烟。是，然后烟雾弹也能再一次确认这个信息，就是对方全部在对面。还有车吗？有车的话可以就拉到最右边。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关键了，副格他们不知道的。对，他们现在场上是八个人，他们很有可能觉得是四打四。对，这个时候副格这一个独狼很有可能就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是的，就站起来掏个两个什么之类的。还有一个空投落在脸上了。是的 ，IPX 这是第三个空投，从防具上来说占了大便宜。副格，火山是一个草。只要右上角有击倒的信息，来了，击倒了，伯牙被放倒。是的，这个就是副格的一个机会。如果再出现一个击倒的信息，副格就要出手了。很有可能，但是 LGE 现在已经是被迫要过马路了。嗯，双方互换一个，在马路上面没有任何掩体，打倒两个，副格要一个了吗？是，哎，你停到你脸上了，还没看到小土这波，好像看到了，哇！但是马枪了，这一波副格放倒一个，第二个有没有？有了，这一波给 LGE 很大的一个喘息时间，先补掉两分再说，场面上变成了一个一打一打一。对，FPL 扫了一打一打一，刚刚倒了一个的，对，扶起来了，扶起来了，把博亚扶起来了，现在是二打一打一。是的，哎呀，果然 EDG 副歌这个时候是起身啊，他只要看到 FPL 倒人，这个就是他的机会。他其实他是被迫的，对，对方先发现他，只不过对方马了，就绕着他的身体画了一个圈。现在右边就完事儿了。嗯，这里还是 FunPlus 占据一定人数上的优势，而且位置已经完全锁定了。要错圈了呀，副格肯定是会第一时间被优先清理的，因为刚才这个伏笔就给了他们太大的。三九是在马路上爬吗？ 对，因为现在这个马路是一个高坡，反而看不见。清过来了，走下斜坡，很果断，两个人走同一枪线，帮助补枪，确保能把它放倒。这时候你看不要轻易的 shift。 哎，打到弹血，这个时候等一下自己的队友，三二一起上，漂亮，好的，把这个独狼清掉，知道三九在对面，立刻过来抢斜坡。 LGE 想抢这棵树，三九想抢树，又是这样，但是没有机会，又是拿到了第二名，恭喜方法有惊无险。
好的，那么也是恭喜 FunPlus 拿下了第二局的一个鸡啊。这个队伍真的厉害，上一把是强行从一个人最多的地方突围出来，而且他强行从第四名的积分上，就是第明明是排名是第四名，然后积分是第二名。对，然后这一把又是高击杀的一个吃鸡，啊，真的有点东西。是的 ，FunPlus 在今天的比赛的前半段的状态非常好，而且他们在运营上面也并不是说是那种非常极限的队伍，他不是跳最中间，也不是跳最圈边，那这队伍的进圈节奏是属于我们说一般算中速，哎，中速对对对啊，他是喜欢去做一个观察，以后去挑选到一些地形比较有利的位置，然后获取更多的信息推进，也是一支偏推进的队伍。那这支队伍能够拿到这么多一个击杀，我觉得其实你可以看到，包括在第一场比赛，他会在一些可能局面不利的情况下获得比较好的，应该是个人能力比较强吧，就需要一些个人能力的一个突破。而且这把确实方 plus 他的这个空投运也很不错，对，就不停的决赛圈往他脸上，一共是拿到头甲打烂了。拔一个空投下来，再低头一套又换上，是的啊、在目前的比赛里面，其实大家会发现，就可以听选手说也是这样，就是说三级防具的一个优先级真的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决赛圈，就是你圈内掉一个空投，给你换一套新的啊、这个你选手整个自信都不一样，对对对吧？他会多一箱的容错率啊。这你想，他这盘是拿了三套三级防具，这个真是优势太大了。一路打进去的队伍的选手基本上都是头甲，要么没了，要么都是红色的，对对吧？这种时候你想。红头甲基本上可以算没有，是的，两枪就没了。对对对，嗯，那你有一个满血三级防，这个出去拼枪的这个感觉是完全不同。是的，啊，那我们还是要提一支队伍，就 LG 说明真的惨，说明是什么呢？至少 LG 的战术跟运营是绝对没有任何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他们老拿第二名，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我不是批评他们的选手，可能在个人能力上面要再有提升一些，而且因为你终归是有需要有一些爆发的情况。但是你从这两局来看，上一局缩到老干爹那边，对，这一局缩到 FunPlus 那边，全都是。我是平地中文一条马路，我的意思是，我是麦田这种，你听我说，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 LG 比如说他拿了七个鸡屁股，对不对？那你正常你确实是劣势，对，八个鸡屁股确实是劣势，但是就是说我们说有时候你可能会凭借一些人员优势，或者像刚才其实EDG 是算是给了他机会，但就你个人选手，你选手的个人能力，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八次没有一次爆发，那你是不是需要在这方面，就是这是可能他们需要提升的地方，更加精炼一下，哎，你需要再提升的一个地方。啊，不过近两次来看的话，确实还是有一点这个运气不太好，不知道自己平时做了什么东西啊。主要是就是 EDG 那边他其实就是富哥也没有想出手，他其实没想出手，对，是对方先过来亲他，他才被迫还手，那个时间已经晚了。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的一个单局积分。然后首先 FunPlus 遥遥领先是16分，排名第二的 EDG 是缩了一半8分， LG 8分， Elephant 7分， 3S 是7分。好，这一集几支队伍很多都是这种打架打得非常勇猛，包括印象深刻的是 3S， 哎，确实一队打两队，这个处理非常快，真的是当时给蛮震撼的这种感觉，他是被两队包夹在中间，对，左右开弓，而且都贴到脸上，对对 对一般我们说弓楼如果你贴到脸上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能够接近满边的姿态出来，其实真的非常不容易，是啊，如果不是电网收缩过来的话，甚至可以扶，对吧？ 对， 对，而且包括其实也有对手的一些这个失误，因为你看这个翻墙的那个，是对吧，这个是属于就是我第一时间想，就你不得不说周丽丽他就是老谋深算，对，他知道你会从那个位置翻过来，他在旁边听着，他听到你有翻窗的这个，然后直接过来。他其实从意识上讲，他就已经先一步到这个房间里面来等你过来了，对，已经算死 算死了，这个没办法。对，在这个小范围的一个战斗的情况当中，有的时候意识真的是非常重要，是，就决定着你可能会占据一些先机，然后你会先对方一步去做一些事情，然后这样来说的话，就其实会使你整个队伍到最后的一个容错率变高。是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这个叫这个就是战斗天赋。对，是。好，我们来看一下经过两场之后的一个总积分榜的情况。在两场的米拉玛地图之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后八名的队伍。IDS、L Star、ARK、WZ、XYG、Night Wolf、JTG 和十七。后面的队伍需要加把劲啊！嗯、好，前八名。FunPlus、老干爹、LGE、Elephant、3S、AMY、RNG 和 EDG 啊，位列前几名。那这场 Elephant 其实蛮可惜，如果刚才艾迪没有被干掉的话，其实他四个人冲 AMY 那个防区有大概率是能拿下的。也没办法，那个地形你想，三个队伍都在远端可以 pick 他，对吧？是的，都可以远端进行骚扰。嗯。FunPlus 这个淘汰分数是真的高，非常恐怖。嗯。而且今天是因为是一个拿分的阶段，就是如果说今天能够拿到前八名的话，后两局可能会稍微的好打一点，但是也不排除说就是后面的队伍有可能会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就持续发力、哎、有慢热的队伍，对，甚至有包括因为地图的不同然后队伍的风格会变得不同的一种情况。是的，没错、但沙漠图我觉得是这样，沙漠图能拿到高分的概率其实相对来说还
大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沙漠图的地形是比较开阔的，你打靶比较容易。现在其实老的地图海岛图你真的出现说极限的一个打靶位置的这种情况不多，就是支持你这样去打靶的地形没有那么多，很少，对吧？要特定的一些平原圈或者是高点圈啊。嗯，而且大家就真的是因为对这个海岛图更为了解啊，因为这个地图的图形是比较小一些啊，所以说到最后的话真的是能啊优劣势会很明显。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也是进入到一段精彩的回放，之后是采访的环节。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环节，正在旁边的是刚刚吃鸡成功的 FP 叉的恩恩，你好。大家好，我是 Fun Plus 的恩。嗯，那恩给我的感觉的话，其实是一个第一眼感觉特别酷哎。还好吧？还好是吧？偷着露出点笑容。那其实我在想，我刚才跟他有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很谨慎的人。你平常是做什么事情都会很谨慎吗？包括穿衣服都要把领子拉到最上面，感觉很严谨。没有吧？我觉得我有时候还挺随意的。嗯，那今天呢可以说方法的第二盘吃鸡的成功之后的，而且不光第一盘还拿到了一个 MVP， 可以说呢是确实是打得今天很好。我刚才看到呢丹老师呢已经是在我们的前方，然后一直在看你做采访，恨不得如果这个时候不是采访环节，他绝对会冲上来拥抱你们的。那丹老师进入到 FPX 之后，你觉得你对他是一个，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教练？从数据方面帮助我们很多吧，然后给我们一些提醒嘛，然后改善一些细节吧。是，但我听说的话呢，当时一来的时候直接就说的话就说，嗯啊，你接下来那个不要指挥下场他来。然后听说当时啊你是很生气的，那你敢怒你敢言了吗？没有啊，就服从教练安排吗？嗯，好，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呢，其实我觉得在之前还有主要是在最后的一波决赛圈啊，我觉得确实是让人觉得惊心动魄。首先呢，其实你们满编当时是有很大的优势的，那个时候你们有没有锁定当时 EDG 的副格是一个独狼？当时情况其实很清楚的嘛，对面三个嘛，然后 EDG 有一个嘛，因为之前他们在那边跟三 S 打嘛，我们是知道的。明白，那你知道他的位置，也知道他的位置？大概位置知道了。嗯，然后后来呢你们在行军过程当中呢，其实为什么没有想过先把他先清掉了？因为后面其实很危险，他会被偷了你两个人。因为他其实给我们没有什么威胁，我们想的是先把右边或者过马路的人先清掉，然后最后管他嘛。因为我就是我怕旁边可能又有另外一队过来嘛，我们保守一点，就把所有威胁清除之后再去清他吗？明白。但是没想到他在你们动手的时机然后直接来偷你们，那一刻掉两个人的时候，那一刻你生气吗？作为指挥，没有吧，就是犯一些小失误嘛，然后后面改善吧。嗯，好，我感觉他虽然这么说，我感觉回去过中间的调整的十分钟，还是要开一个小内部的会议。那今天的比赛呢，其实进行到这一步的之后，我也知道有很多人一直特别喜欢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话？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 Fun Plus 战队吧。好，那最后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我们大家都知道纳兰老师这个毒奶的功力太强了，那我们台上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人，就是也好，毒奶能力也很强，这两个人当中你最怕谁？两个都挺厉害了。但是还好你们这边还有个毒奶，还能反攻把他的奶量再给喷回去，对不对？好，那这边呢也是非常感谢NG手的采访，也希望 FPX 接下来比赛当中呢可以继续加油。那接下来把我们的画面继续交给我们的付凡老师。好的，欢迎来到赛后复盘环节，我是复盘解说 OC。 那刚刚这场比赛的话也是恭喜 FunPlus 是成功吃鸡啊，其实最后也是打得非常的精彩。那这场比赛其实有很多想说的，但是还是针对在我对于这个版本的一些理解当中，我们先看一下上场比赛的一个航线。航线是最终缩在了一个相对而言比较靠近圈中心的一个位置，所以从数据收集上面来说，我们可以去发现哎，这个圈好像不会特别特别的偏啊。那这场比赛的话，其实对于跳圈中心的队伍而言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那在这里的话，我其实整场比赛里面，我之前的复盘当中我也说过了很多，我对于一些优势点位，包括上一场比赛的复盘我也说过了，运营它分为几种。那如果你是以吃鸡为目的的运营，比如说你的人头比较少，你不是在一个优势的点位，你可能只是会猥琐一些躲在防区域里面，那你的运营可能就要以吃鸡为主。那另外一种运营就是以优势点位来进行一个运营的。所以这场比赛我会把我的重心全部关注在 3S 身上，因为 3S 这支队伍他们是其实这场比赛整个的一个运营流程来说是跟我的思路非常相像的，所以我是会比较的倾向于再去来带大家去看一下 3S 他们这场比赛里面到底是怎么去做的。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圈，在圈中心占据了一个高点的优势地形，通过选手的个人视角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发现，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视角范围之内能看到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广，只要你有一个高倍镜啊，你只要不是个红点，你只要有个高倍镜，你能获取到的信息就足够多。这是夏天的视角，然后旁边四个选手可以看四个方向，那他们的信息也是足够的多，南边有人看，北边有人看。而伴随着第二个圈刷来了，因为他们在圈中心的一个优势地形高点能控面积就比较的大，所以周围的队伍的情况他们可以说是一清二楚，有没有人，哪里是什么状况都很清晰，所以他们在一缩圈的时候立马就可以从自己的一个优势点位转移到新的优势点位，转移到新的一个圈内比较靠近圈中心的一个好的位置。这就是他们现在所带来的一个优势，就观察侦查所带来的。第一个圈嘛，你能有什么样的战斗呢？无非就是落地的时候刚一波，或者在圈边缘稍微打一打。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四位选手的视角。夏天看着一路有个四倍镜，周丽丽看着一路有个六倍镜，空木看的感觉就不是一路了，可以看四面八方所有路。然后我们再看李思南，看着的是屁股回路，也就是说他们四个人的视角几乎可以说是涵盖了整张地图圈中心的一个大部分的面积，这就是他们的一个优势所在。其实我想说，你看这个圈他们原本在圈中心刷了一个切角，是不是已经相对而言对于圈中心队伍而言切角圈是一个不太有利的一个消息，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的位置依然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是高点啊，下面都是低点，这是一个麦田的平原，这是唯一的一个高点圈内，下面的高点是在这里，这里的高点没有掩体没有防区，你能待的面积会比较的低。我们来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3S 又会是什么处境。在这里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人头数，他们到目前为止 3S 是零个击杀，这是我们可以关注的一个点，因为他们一直在运营，其实就是前三个圈在运营的时候没有击杀，但是你运营到了一个好的点，随着圈越来越小，只要你还在圈内你的优势就足够大。到后面我们再看第四个圈刷的时候，是不是又是一个切角圈，对于 3S 而言是不是不太友好，不是特别的有利，因为这个切角圈就意味着他们不太能够去肆意的去打板，因为他们要谨防屁股后面的队伍过来。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这个圈是刷了一个这样的切角呢，那你是不是南边过来的队伍你只能往山上打，这个时候 3S 是不是打板，是不是一个纯打板，我们来试想是不是纯打板。在这样的话他要面对的是北边的队伍，所以他们会把自己的重心不完全放在，所以我们看到 RNG 还有 L Star两边同时对 3S 进行了一波夹击，这对于 3S 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是我也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3S 凭借着自己的一个个人能力以及他们在防区的优势、地形的优势、先手的优势，是灭掉两队，瞬间人头就拿到了一个七杀，这不就是他们的一个运营上带来的优势吗？我觉得在到这波之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圈型对于 3S 而言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弊端，圈不在了，自己高点的防区不在，但他们依然掌控着整个圈内的信息，他们在高点应该是可以看得到吧， EDG 也看得到 FunPlus 进圈的方向，下面的防区
我们来看 3S 做了什么。我觉得这一波 3S 等接下来可能在讨论的时候讨论的最多的情况应该就是着急了。先看 3S 下去了，他们到了一个确定这边是没有人了，他们是到了，但是马上就被 FunPlus 给吃了，旁边还是个 EDG。 但是我们看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一个垫圈，刚刚缩到高地上，是不是刚刚缩到高地上，也就意味着如果你留一个人在高点进行一个观察，给予一定火力压制，稍微的跟着毒走，下面更何况还有一块石头啊，这个石头还可以起到一个掩体作用，封个烟，是完全可以架住 EDG 的位置，甚至于可以稍微的阻挡一下 FunPlus 的一个位置。而且我觉得如果回头再来看一遍的话，再给 3S 一个机会让他们去选择，他们一定不会选择那么着急的去下。我们来看这个时候，你看下的时候垫圈刚刚收缩， EDG 这里是不是 EDG 这里先吃毒，因为这边是窄边，毕竟这里还是一个相对的窄边。他们到了之后EDG 这边有一个眼已经插好了，他也不敢过去。如果你有一个人在这里架枪，你的车就敢直冲，因为你冲过去，如果你露头打我，我是可以反击的。你看这个窗户是不是很明显可以直架副格带的点，以及这里车炸的一个位置。如果开车冲过去的话，有一个人在这里架枪，给予一定压制，把 EDG 的位置一占，我相信这盘 3S 的一个成绩会更加的好。这把拿个十几分我觉得问题不大。那最后的话 3S 是只拿到了七分，略微有点可惜。除了最后一波的运营上面稍微的决策有点草率，有点着急之外，我觉得这把 3S 的整体风格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再次印证了我认为在沙漠这张地图上面来说，因为大家都不是特别熟悉比较复杂的地形，那你优势点位你的运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吃鸡为运营，你可能会相对而言偏狗一些，那另外一种你就要像刚猛一些，你需要站到一个优势地形能够去进行一个打靶，这是它的优势所在。好，以上就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复盘，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 MVP， 又是给到了 BY 啊。 BY 确实上场比赛已经吹过了啊，确实是一个非常强力的选手。那这场比赛的话也是一样， FunPlus 其实他们做了什么跟 3S 相比，我也是粗略的看了一下， 3S 其实没做什么，跳点一步步过来， BY 他们的 FunPlus 也是一样，高点观察一路推过来也是一样的，都是利用自己高点信息多的一个优势，只不过后面 FunPlus 他们要处理的点会更少一些。那最后还是恭喜一下 FunPlus 成功吃鸡，拿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分数。以上啊，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待下场比赛的开始。